的确啊，这时候要叠珠，有人知道要叠珠了哈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叠珠 ！Hola hola hola hola！ 开！善用手中的卡牌，发挥最大的效益啊！有人说什么啊？万字形开傀儡的盖送来，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、啊，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的、啊，不是万字形就解决的事啊！第一关要出技能哦。斜转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失败了？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失败不好看的，不会啦，不错啊，失败也是可以看的。哦，有时候手转速度会快了一点点，不要太介意，哎、欸，基本上可能是手有时候会坏掉这样，有时候啦，有时候啦 ，sometimes。哦，这样子是正常的，这样子 对，有时候手会坏掉，会多 combo 会多一点点。今晚我耳机出问题，做一个耳朵听到感觉怪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算了，我动不了。三天稳稳的过第一关成绩。我之前有不稳的吗？我也忘了、欸。未消心火回等伤嘛，啊，了解了解，下一关好过。应该是没有错，我对我洛可可很少，应该不是说很少玩，应该说根本没玩过了。我平板先按有洛可可的账号嘛，我好像从来没玩过洛可可哦、喔。我自己有点忘记了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好犀利跳了，好那就碾过去了。残什么血啊？残血！哎呀，不能消心啊！对，像这样断心，你进下一关就没搞头了。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哎、欸，继续干嘛干嘛断心？手回攻而未消心火回等伤，所以他还没攻就不算，他还没攻就不算。哎、欸，哦，手回啦，哦，好啦，随便的，随便的，请猜力。啊，你 OK 哈？右边的火柱已经先做好叠柱了，所以这边会比较好过一点。底转木哦，它变成木属性的，直木横水轮转哦，越战越强赢哦，个十百千万九百多万哎、欸，
900多万的伤害，这么狠！哎，900多万血，我没看错、啊，个十百千万算百万。好、哦，简单的数学算一下，给看啊，929万除以1.5哈，所以你要打619万，所以这一波，哎、欸，应该要开点东西这样。赢啊！赢啊！个人看起来是这样啊。哎、欸，漂亮漂亮，就是等你转这个哈，一波把它弄过去哦。我想想看，不行哎、欸。确认一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哎呀，那个光珠来不及过来了，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光珠来不及过来，我们就让他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定点腐蚀是不是？位置可不可以闪开一点啊？咱们商量一下。哎呦，叠在一起呢！哎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攻略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哎呦，左下角叠在一起呢啊！哎、欸。这是最 lucky 的一个现象哦 ，lucky 现象之一有没有？我们当然是希望它叠在一起是最好的。哇，一这能量物哦，哎，不能点了啊，点错地方了。一这能量物哦，塔座位啦，塔座位你听到没有？台语叫塔座位，中文叫做叠在一起。个接不啊，这种上赞的。他给你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应该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吧？啊，平民百姓，转，嘿，哎、欸，那个木珠是啥？啥是啥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那个木珠刚是怎么回事啊？斜转，那两个，这是两个腐蚀，哎，对对，两个腐蚀，两个腐蚀。关卡最近看起来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看好这一关怎么过。如果我没猜错了，如果了 ，if， 是不是先开第一集啊？有没有？然后再开第二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再开个，看一季可以开两次哎、欸。我先转一轮，4到6哈，对嘞，真的，我真的没玩过这一只，真的，所以我要试一下，应该是可以的哈。应该是接的艺术吧，鬼捕，阿娘喂，无死呢啊，哎，死啊！靠边，那个盾至少要消失一下嘛，害人家吓一跳哎、欸，掉不掉？害人家刚刚闪了2滴这样，随机转老木哈，消木无功哦，
消木就是没有攻击的意思啊。嗯，消木无功哦。啊，这边要鬼啊，靠北啊！我知道老师组合技啊，大家拢是安尼讲的啊。欸，我已经听到很多人讲老师组合技了，问题是不能消木欸。等我一下啊！我查一下。我查一下哈，欸，因为英文不是很好了，本人在下我英文没有很好，对，所以我要查一下那个。淡点哦，照理来讲啦，照理啦，照理来说啦，那应该是算手消啦，照理会应该算手消啦，哦，手消 ，OK OK OK， 手消的好处理啊，是不是这样说？是不是手消的好处理啊？国防部，哦，对，一波七，对，一波七可以开始，咱们一波带走他哈。老师，就靠你啊！他给我十秒，这个叠出需要有一点点功力，我试试看好了。好，刷过去哦。嗯，的确啊，这时候要叠出，有人知道要叠出了哈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叠住！欧啦 ！K！ 哦 ，perfect！ 这个就是平民三到五的一个好处啊！谢谢那一波，谢谢各位这一波七，漂亮！哦，这就是三到五 combo 的好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平民百姓三到五 combo 居然会说它是一个好处？一定有人感到疑惑。因为三到五 combo 只能玩叠珠，你知不？丢啊，那就丢啊！因为你叫我正常转，可能我都做得扛的。叫我叠珠 ，OK 的 ，OK 的。左下角，怎么错了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。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